今天要来开箱咯，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台山水无限轻量型吸尘器，很轻的，我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。为什么又要买吸尘器呢？主要是因为我老公是一个爱车癖，他非常爱他的车子，每次我在车子上跟我女儿吃东西、吃零食，掉的整车都是，都会被他念。既然这样呢，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，为了让我跟女儿在车上可以轻松吃东西，不被白眼，我就替我老公准备了这台，就是手持吸尘器，可以在车上直接使用的哦。我们现在来开箱咯。耶，我们要来开箱咯，先用剪刀把它剪开来咯。咦，保证卡、说明书，再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？这是吸尘器的主体，好有质感哦。这是什么呢？可以180度转动的地板刷。那这个呢？2-in扁刷，很方便。充电器 USB Type C 接头。下面这两只是什么呢？延伸管跟加长管，哇，可以加长很长哎，真不错。打开主体看看里面有什么，一按轻松就可以转开了。有两层滤网，真不错。外面这层可是蜂巢金刚滤网，转回去。轻松转回去，操作真的很便利耶，不错不错。上面的皮革袋子也很漂亮，耶！我觉得它超有质感的，比我想象中的还美丽。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几个优点，为什么我会选山水这台手持吸尘器呢？第一个就是，当然就是它轻巧。它有多轻巧呢？其实它的总重量只有520克。很方便，就可以直接轻松拿去，而且它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皮革袋子，你可以挂在家里的某些地方，其实就还蛮漂亮，很有质感，像装饰，或是放在老公车上也不会被老公嫌弃说它不够质感。就是这个银灰色蛮漂亮，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白色。我觉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能充电器是这种 Type C 的 USB， 所以你充电就很方便，你就插进去，然后车上一定会有 USB 的充电孔，插进去就可以充电，或者是你直接用这种行动电源，随时就可以当你的吸尘器充电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我觉得这个是车用吸尘器的非常必须要的一个功能，是充电方便的部分。好，除了充电方便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我觉得它很厉害，就是它备了一些配件。它的配件我觉得很棒，看它的吸嘴，先拆开给你看，它其实很轻松就可以拆开了。它的吸嘴，它这有一个倾斜的角度，所以很好使用。然后还有那个防止那个灰尘倒喷，所以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挡住灰尘的一个垫片。然后另外就是它还附另外两个刷头，加这个可以转180度的吸地板的刷头，就像我们这样吸沙发或者是车子上的车上的坐垫也可以用这个吸。然后另外它附这个刷头就非常好用，它是两用的，它可以有刷子，然后你把刷子搬下来，没有刷子的部分，所以你车子里面的缝缝啊，这样啾就可以吸了，就是把它放在上面。轻松的就可以吸你车子里面的任何小细缝，像我女儿跟我吃的零食啊，是什么东西，就可以轻松用这个吸起来了，哎，是不是很方便？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它附了一个这个延伸管跟加长管，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居家使用，它也可以，它也 OK 耶，就把它逗起来，把延伸管跟加长管逗起来，然后加在这上面，应该是加在这上面才对吧？对，你看，它瞬间就变那么长哎。它可以两段式延长，最长到64公分，所以我们在家里想要站着使用也没问题。加长，它最长可以延伸到64公分，就是非常棒，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。然后加上机身，它最长可以到132公分，所以你想要41公分的，还是100公分的，还是再更长的132公分的都有。当然，它也不可以在车上太占空间，它才33.8公分，很小，我的脸跟它的长度。所以它也不会在我的老公车上占用太多空间，相信它应该不会太嫌弃，它应该会喜欢。来实际操看看喽，沙发吸尘，宠物的窝窝吸尘，好方便呢。还有我女儿吃饼干屑倒的到处都是，来吸吸吧，吸吸吸吸，轻松就清干净了。缝缝也不要逃过，吸吸吸吸吸，还有一个缝缝，还有桌上除尘，
你看好多灰哦，拿起来，用这个刷头，我们来吸一下，轻松除尘，真的是超方便的啦。地板的饼干屑，轻松吸干净咯。车上除尘，车上的沙发也都是我们的饼干屑，吸吸吸吸吸，一点也不要错过。轻轻松松，婴儿座椅也不要放过，是不是很方便啊？嘿嘿，按下去转，哇，这是刚刚洗的饼干屑，几层槽里面有屑屑，我现在要拿去倒掉了，所以它清理很方便。